大家好，关于青山发展，本团积极配合中总青贯彻五大青山核心价值，为学习、热忱、诚信、领导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。本团透过成立八个工作小组，分配团员动员，积极地推动青山活动，青山将会成为中总重要的工作组之一。适逢青山团成立十周年，我在此祝福青山团团务蒸蒸日上，谢谢。